演艺圈是幼稚鬼的聚集地，欢迎六位明星哈。很幼稚，很幼稚啊！怕鬼很幼稚，是你没人性好不好？你失去童真，我到现在还有好多阴影哦。怎么可能？我最怕你姐就演了鬼丝啊！哦，我看鬼丝我吓死了。对，你知道我去看鬼丝的时候，要不是跟我公婆看，我真的会吓死。因为你以为你姐是死人呐？没有，因为那一片的时候，就是鬼只要出现，就会有尸出来。哎，你后面好可怕哦！你真的有害怕吗？不是，不是啦。他看完鬼片后，只要去停车场停车，一停好车就会快步狂奔离开。我跟你讲，停车场更恐怖，搭电梯的过程也超恐怖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切勿狂奔，你一狂奔，鬼马上追你。哎呀，你是越害怕，你要越狂奔。狂奔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狂奔不是会有跑步声吗？嗯。问题就是你停下来之后，你还听到跑步声。离地啊，才刚。对，然后还有，你就看完之后回家按电梯，怎么样都超重，对，没有人。我跟你讲，而且你到停车场去搭电梯之后，最不敢搭的就是那个电梯。超重是你自己的问题。停车场去按了电梯后，你会发现你进不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肩膀上卡了一个人。回到家，我有过这样子娘家，然后我就要进电，要搭电梯，然后前面就有一个男的这样往前走，说先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然后我就觉得电梯门关了，然后就这样过去，然后开没人。小孩子，小孩子，假的，吓的，好可怕哦，是真的。哇！你有没有常常照镜子被自己吓到？有有。对，就哎，我没有，没有。你们会怕雨伞吗？雨伞，每次雨伞关的时候，我就会被收进去。甜甜，你越害怕是雨伞撑开的时候遮不住你才对啊！我不担心。哎，你是儿童台主持人，你怎么可以怕鬼小孩？他不怕鬼小孩，他是怕僵尸系列的。我小时候怕僵尸小孩，僵尸，僵尸，僵尸是所有鬼里面最可爱的，最可爱。他真的很怕僵尸，他胖到他现在做菜啊都不用僵尸去腥味，都用洋葱。不好笑。当时林正英过世的时候，我姐还说完蛋了，这回僵尸谁治啊？林正英会喜欢这种追悼词吗？你们真的是。僵尸只怕林正英。那时候林正英过世的时候，我还是翻报纸看有没有什么追悼会想要去参加的，因为他小时候真的是我们的偶像。所以你偶像是林正英吗？你所以我超崇拜。而且他手都很快，你知道叫咚咚咚。你在帮我跟我爸看鬼片啊，因为我们女生看鬼片可怕，一定会这样啊，或是捂眼睛嘛。然后就一直用余光看到我爸从头到尾就是很正念在那边，我想说他也太有种了吧。然后后来鬼出来，我这样转头一看，他是这样。好，蝴蝶有一招是你把视觉缩小，对不对？我也会用这招。我只看怎么缩，怎么缩。就是你就这样子，所以你不能坐太前面的那个座位。你看鬼片你要选最后一排，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挡住，然后这样子就一个。正方形的那个 monitor， 然后你就把全部都挡掉，只留字幕那一排。我跟你讲，没有效。有效没有？因为有一次我就是用这一招，然后看鬼影，我想说那个鬼已经在爬楼梯，我想说要来了，赶快挡住，就只看字幕。然后那个鬼好灵活，就爬到很下面。听说他怕到他后来在历史课本上看到那个林则徐。林则徐超可怕的，超可怕，超阴的。对，你们这样对得起林则徐吗？沈葆桢，沈葆桢好可怕。你就干脆只要是穿轻装的，你都怕。对，刘铭传真的，刘铭传是历史人物，怎么没有没有没有？他们就戴那种僵尸帽，然后就这样做。那是清朝的官帽，那不是僵尸帽，那是僵尸帽。飞过来，他们都会叫。你们看美国鬼片的时候，比方说美国那些鬼片模仿日本鬼片，拍有黑眼影的小朋友。那样，那美国鬼片就不美国版就不可怕，是不是？比较没有那么，因为鬼影美国变成录到鬼还是什么鬼照片，对，也不恐怖。还有咒怨，他有拍美国版，对，對七月怪谈也有拍。为什么日本人洗头的时候跑出一只手，你们就会害怕？美国人洗头的时候跑出一只手就不害怕？因为美国人很浪漫，会互相洗头。你以为是爱情？没有，而且重点是咒怨他拍成美国版，他里面那个小孩还是黑发，哎，对。他还是找了一个。你们在生气黑发的事情？不是，因为他爸妈都西洋人，他怎么会黑发？所以是领养的啊。
怕。可是我跟你讲，我有怕一个，我自己遇到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，就色鬼，就有的鬼，有的鬼他就是人。你怎么会遇到色鬼？你听我说 ，listen to me， OK， 就是那个有女生在睡觉，然后不是就是会像香港的比较多，然后就会有鬼，可他是人的样子，但他已经是鬼了，他就会进来，然后染指那个女生，所以那个画面就是。风吹，然后衣服就撩起来，然后开始，然后女生就会开始有感觉，就被鬼就是染指。对。然后有时候你在家里睡觉，睡，你也会发现自己好像有被怎么样了，可是你醒来之后是没有人跟你怎么样，幻想。你就是做春梦。夜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就是自己把衣服撩起来乱搞啊，就是啊。有一部很可怕，《鬼娃娃花子》。那我觉得还好。有一幕，他妈妈在电梯里面一个人，然后他就在那边那个要等着上去，可是荧幕上看起来是。有一个小孩牵着他的手可是他自己不知道，可是那管理员看是有一个小孩牵着他，那真的是你女儿啊。以前我们跟陈建州去看鬼片，他就非常贱，因为大家已经就很紧绷很害怕，然后有时候那个音乐已经开始悬疑了，然后他就开始这样，然后全戏院的人像集体这样，吓到全场都跳起来啊！他怎么这么怕？打扰陌生人吗？有人在怕恰奇吗？恰奇我不怕，恰奇不怕。可是日本有一个是娃娃的，超恐怖，他的娃娃会突然流眼泪。鬼娃花纸吗？不是，不是鬼娃花。所以蝴蝶是认为。娃娃会跑来跑去。他说里面娃娃里面都会住一个灵魂。你不是儿童台主持人吗你？可是我房间里没有娃娃。是啊。对。所以你们台那个标志娃娃也是半夜会动吗？没有啦，没有。那跟你一起在主持人说节目在跳舞的那个玩偶，你怎么知道里面是谁？哦，那是人。我知道他是就是一个那个谁。不是鬼就对了。那他在更衣室慢慢把头套这样拿下来的时候，背对着你。哎，他如果拿下来，然后没有头，你应该会吓死哎！我会哭，人家搞不好只是很矮而已。我还是拿最小，先哭说救命啊！他说干嘛？所以你如果出现在甜甜面前，他就要憋气，对不对？对，他就闻不到。他算是僵尸吗？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僵尸不会这样走，僵尸要用跳的。对对对对对，看你今天打扮很不专业，对不对？他是混合的，他混搭，他混搭的。你又不是僵尸，又不是女鬼。哎，你是谁啊？僵尸，你是梁淑荣吗？史艳文，可以模仿那个，可以模仿赵正平。没了解。什么制作单位穿成这样？不录了。